自从和黄心颖分手后，马国明的感情生活一直备受大家关注，不少网友都真情实感，希望这位好男人能找到一个好归宿，甚至还有很多网友拉郎配，希望最佳男友马国明能和最佳女友唐咏诗能十年好友变情侣。而13日，马国明终于公开新恋情，但新女友既不是万众期待的唐咏诗，也不是千夫所指的黄心颖，而是汤洛雯。先是6月12日，有港媒拍到马国明疑似与刘恺威前绯闻女友汤洛雯恋爱，且已经秘密交往了两个月。据港媒称，马国明在大约下午3点多的时候，开着座驾现身汤洛雯的住所，并将车停好，随后进入女汤洛雯的闺房，待了大约4个多小时才下楼，看起来关系不普通。接着大约晚上7点多，二人一同下楼到附近电话零件店买东西，被港媒撞破。期间二人并没有脱手搂抱等亲密行为，但步伐一致，默契十足，完全就是情侣的氛围。被港媒撞破后，昨晚马国明和汤洛雯就在社交平台上一同晒出定情信物娃娃，宣布情侣关系，并且二人都配文谢谢关心内容，疑似回应早前港媒的报道。官宣消息一出后，网友立马炸开了锅，最大的原因当然不是马国明终于有人要了这么简单，而是马国明新女友汤洛雯和前女友黄心颖是好闺蜜。被港媒拍到后，记者采访黄心颖，她还诚心祝福马国明身体健康平安。黄心颖和汤洛雯是同届香港小姐选美出身，黄心颖当时勇夺亚军，而汤洛雯则止步6强。相识于港姐比赛后，二人就成为了好闺蜜。去年黄心颖生日的派对也是由汤洛雯一手安排，生日派对是2019年1月份的，当时安心偷吃还未曝光。虽然起点相同，但作为新二代，汤洛雯的事业并没有黄心颖好。汤洛雯爸爸是汤振宗，就是傅艺伟版《封神榜》里的博弈考，而他的叔叔则是无限无虎之一的汤镇业。即便拥有如此强大的背景，但汤洛雯在 TVB 一直半红不黑，星运平平。选港姐时，她曾得过旅游大使，因此出道后也获得机会主持旅游节目，走过浮华大地。然而大家却只记得洪永城和黄翠如。拍戏方面，汤洛雯的演技也还不错，却没拿到什么出彩的角色。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爱回家》中的李思思了。反观黄心颖，凭借港姐选美出道后，资源虽然也一般，但与马国明传出绯闻后就立马成功上位，飞升一线。陷入爱情的马国明甚至还动用资源让他出演《宫心计二深宫记》，来了一场公费恋爱。但2019年黄心颖因为偷吃人夫许志安被曝光，形象迅速跌到谷底，沿途与他车厢中私奔般恋爱，爱到失去了灵魂。不但出轨，港媒还爆出黄心颖与许志安秘密交往已经超过2年，他们身边一些相熟的朋友都猜到两人有事，只有另一半马国明和郑秀文懵然不知。这样的不伦行为自然让黄心颖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有份出演的《法证先锋4》也因此未能如期播出，需要重拍。后来取代黄心颖剧中角色的就是她的闺蜜汤洛雯，也是从这里开始，人气地位机会都一直不如黄心颖的汤洛雯迎来了人生逆转。现在不但接手黄心颖的角色，甚至还接手了黄心颖的前男友，这剧情编剧都编不出来啊。不过也有很多网友担心汤洛雯会不会也是像黄心颖一样借马国明上位，毕竟马国明曾经被港媒封为最专一男人，不吸烟不喝酒不夜赴，健康生活的马国明在娱乐圈算是稀有动物了，平时消遣就是去球场踢球。但反观他每段恋情最后都悲剧收场，也着实让人担忧。
马国明入行后的第一段恋爱是大他19岁的昔日女神曾华倩。2005年，马国明与曾华倩相识于电台节目，随后二人被记者拍到在酒店密会谈心，恋情曝光。虽然马国明与曾华倩多年来否认这段恋情，但还是传得皆知巷闻。连在新京同学会上，曾华倩本人都拿恋情来开玩笑，说喜欢比自己小的男生。据传后来二人分手是由于曾华倩儿子反对，加上年纪差距大，最终恋情无疾而终。2008年，马国明又与胡定欣在拍摄《舞动奇迹二》时擦出爱火花。据港媒爆料，胡定欣在那段时间刚好搬到马国明家附近，有时碰巧一起收工，这样慢慢才走到一起。但感情维持不到两年，2010年左右，有传胡定欣因为有第三者，于是狠撇马明。分手原因除了胡定欣有第三者论，当时媒体有盛传是马明嫌胡定欣太公主病而分的手。不过马明曾经在采访中说明，二人分手的原因是因为性格不太合适。分手后，胡定欣经常被拍到私会救男友马国明，疑似把马明当救生圈。二人在分手后断断续续痴缠了快一年，这事也引起马明好友杨怡的不满，替马国明感到不值。因此有传杨怡和胡定欣反目的导火线是马国明。这之后，马国明一直都是空窗期，直至2016年和黄心颖合作《喂食神探》而相熟，才开始新恋情。当时港媒还大爆拍摄中黄心颖各种零距离贴身电晕马国明，老实的马明招架不住，最终失手。黄心颖小背心鼓胸上阵，竟骚鸡突身材之余又卖大包与马明零距离贴身，于是男神都被电到晕得一阵阵。恋情曝光后，黄心颖与马国明开始高调恋爱，一起约会返家，完全没有避讳两人之间的关系。平时很节约的马国明还买了20万定情钻戒送给女友黄心颖，看来是一心打算与黄心颖结婚。但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安心偷吃事件后，八卦的港媒还跑去不停安慰马国明，说他迷失土瓜湾，标题还贱兮兮的用了绿色，也是人才。而马国明和汤露雯是在2016年合作剧集《心理追凶》开始熟络，女方在剧中饰演马国明死去的女友，两人有不少亲吻戏份，戏里面二人最终悲剧收场。而戏外，由于二人当时都各有另一半，所以没有吻出火花。那时候汤露雯的男友是《爱回家》中与她有对手戏的罗天宇，二人直到2018年才分手。分手后恢复单身的汤露雯一直绯闻多多，身边不乏追求者，黎诺毅、姚子玲、旧爱等等都曾和汤露雯传过绯闻。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事就是汤露雯和刘恺威的绯闻。据港媒报道，为刘恺威和汤露雯牵线搭桥的正是林峰的表妹林夏薇。林夏薇约两人一同吃饭，饭局上刘恺威和汤露雯对彼此印象很好，很快就坠入恋情。但是刚离婚的刘恺威不愿意公开新恋情，两人一直秘密拍拖。为了争取时间约会见面，在内地拍戏的刘恺威就会借林夏薇的车接汤露雯到深圳约会，十分小心。虽然这段绯闻传得有板有眼的，但港媒并没有拍到任何一张刘恺威和汤露雯的合影，连港媒饭局的图也是 P 的，可见汤露雯的大部分绯闻都是捕风捉影。对于这对俊男美女的组合，虽然意外，倒也有不少网友都纷纷送上了祝福，只是一直期待马国明和唐咏诗友情兄妹终成眷属，如今变泡影了。没想到一向老实的马国明早已暗度陈仓，找到心仪的另一半了。据说汤露雯同马国明也是因为前任黄心颖而相熟的，两人原本也担心因为黄心颖的关系而感到尴尬，但因为相处融洽，性格合拍，所以马国明也开始放下包袱，开启新恋情。不少网友都在评论区表示汤露雯要感谢好姐妹送的女主角和男朋友了。据说黄心颖得知消息后也第一时间送上诚心的祝福。其实汤露雯除了是来自演艺世家，也是圈内有名的小富婆，
爸爸是资深艺人汤镇宗，叔叔汤镇业是五虎之一，可以说家境是非常不错的。汤洛文的父母尤其热衷投资，手下有两间豪宅，还在2018年的时候花费1080万在南丫岛买下一栋村屋。而身及当家花旦的汤洛文也被爆出花费4500多万购买了别墅，现在一家人手里持有的物业已经上亿，可谓是相当豪气了。家境条件好，自己也有能力购入豪宅，本身条件和美貌也让他饱受关注，所以这次已经32岁的汤洛文终于官宣新恋情，还是我们的千年钻石王老五，希望他们早日修成正果吧。